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购置这样一款非常简单的这个蘑菇发夹。我们先勾蘑菇的伞柄，锁边起针，起10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10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钩针插入，倒数第二个辫子针目，挑一根辫子，钩短针。下一个针目也是挑一根辫子，钩一个短针。我们连续钩5个短针，三、四、五。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连续钩3个中长针，一，接着下一个针目，二，继续下一个针目，三，这样呢还剩最后一个辫针针目，我们在里面勾8个长针，一，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完成之后呢，这已经转到另外一侧了，然后呢，进线钩针。下一针呢是钩中长针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呢，中长针一个，继续下一个针目也是对应的要钩中长针，2个，继续3个，完成之后呢还剩5个针目，那5个针目呢我们之前都是钩的短针，所以呢我们这边进线钩织的话。都是钩短针，我们把这里啊钩完。最后一个针目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与第一个针目的2根辫子拧巴，这样呢，我们直接断线。这个线呢，我们可以留长一点，也可以不留，留短一点都可以的。我们这里先留长一点。拉紧，伞柄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换线钩伞盖，同样是锁边起针。这里呢，我们起9个辫子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9个辫子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钩针插入，倒数第二个辫针针目里面钩短针。继续下一个针目，同样是钩短针，我们连续钩7个短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完成之后呢，还剩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在里面钩3个短针，一、二。三，这样转到另外一侧，我们对应的针目里面都是钩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，这样呢还剩最后一个针目，最后一个针目呢，因为它像这个拐角针目一样，都属于拐角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里面钩3个短针。开头的时候已经钩了一个短针了，我们在这个里面补2个短针。完成之后呢，与第一个针目的2根辫子拧巴拉紧，
这样呢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，先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呢，第一个针目里面勾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里面勾两个短针。紧接着下一个针目里面呢，勾中长针，继续下一个针目中长针，这样就勾了两个中长针。那下面呢，再勾两个长针，一个。两个长针完成之后呢，再勾两个中长针，一个，两个。勾完之后呢，来到这个拐角的三个针目里面，我们在这个三个针目里面呢，分别勾短针加针，也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都是勾两个短针，勾三次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回到了另外一侧。另外一侧呢，我们不像前这一侧去勾一样的针型，我们要保证这个伞柄有一侧它是长一点，另外一边短一点，所以剩下的针目我们都是勾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个短针完成之后，还剩两个针目，这个是拐角的针目，我们还是在这两个针目里面分别勾短针加针，勾两组。完成之后呢，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拧拔拉紧，这样呢，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勾第三圈，先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，我们在第一个针目挑两根辫子，勾一个短针。第二个针目里面，我们勾中长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里面勾两个中长针。接下来下一个针目里面呢，勾长针，一，下一个针目继续长针，勾了两针长针之后，接下来两个针目呢，我们勾两卷的长针，也就是长长针，一。二，接下来呢，勾长针，勾两个，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那一个针目呢，我们勾中长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里面要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呢，我们下一个针目里面啊，勾短针，这样呢，把这个中心。这样对折起来其实是对称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那个针目里面勾短针加针，然后下个针目短针，继续下一个针目短针加针，然后呢，最后这个拐角的最后一个针目里面是勾短针，这是拐角针目。完成之后呢，来到另外一侧。另外一侧呢，我们先连续勾六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短针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还剩四个针目，那我们按照先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短针加针的钩织规律，勾两组，这里勾了一组了，那还有一组一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呢，第三圈就勾完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弧度就大一点，这里弧度小一点，因为这边都是短针，这边有其他针型。接着呢，我们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拧拔，那这里我们可以拉紧，也可以不拉紧，都可以。然后呢，直接断线。从第一个针目里面把这个辫子拧巴到后面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线藏一藏。
剪断多余的线头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。接着呢，我们把这个刚刚勾的这个伞柄跟这个伞盖连接起来。那你可以这样线连接几针，再去用胶粘一下。那你可以直接连也可以。那我选择先连几针，然后等会儿我用胶把它粘起来。然后这个线剪断就可以，待会粘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线头粘到里面就可以了。先把它这样，就是一个蘑菇。那我想在这个里面呢，用白色线装饰一下。这里粘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取出发夹，可以是一字夹、水滴夹，都可以。我这里呢用这个一字夹，短了一点，这个是4厘米的，你可以买5厘米的。然后呢，先对好。这样呢，就粘好了这个发夹。这样呢，这个发夹就做好了。那我这里是缝的线，你也可以像这样，里面装饰珍珠，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这里呢，我反面用的是水滴夹，然后用的这个是布织布，你可以剪一个，蘑菇的这个头的形状，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呢也是一字夹，这个是用3毫米的钩针钩的，它就大一点，看大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呢里面缝的是白色的线，这里面用的是水滴夹，你可以不用布织布也是可以的。